各位，今天我非常高兴能够为一起心平台主持推介仪式。本地中小型企业可以通过这个集合买家、卖家以及物流服务、融资和数码解决方案的一站式平台，打开跨境贸易与合作的渠道，进军中国和东南亚等新市场。中国市场高度数码化，也高度联通，我相信我们的中小企业会积极进取，大胆利用新科技，在这个联系全球的数码化市场做出一番成绩。今年六月，新加坡与深圳就智慧城市合作倡议签署了8份谅解备忘录，以推动双方在数码联通、创新创业及人才交流与发展方面的合作，借此开拓数码经济所带来的新商机。一起心平台便是其中的一项。我鼓励更多企业把握数码经济所带来的机遇，政府和业界伙伴也会为本地企业提供各方面的支持和援助，例如今天我们所推介的一起心平台。我希望各位能够充分利用这些资源，让自己的业务更上一层楼。现在正是大家在国际市场闯出一片天地的好时机。最后，我祝愿各位在数码转型的道路上一切顺利，谢谢。